今天呢是牛年的最后一天了，对，再过四个小时就到虎年了。我提前四个小时哦，在这里向您表示祝贺了。我祝贺什么呢？我听说您就是虎生的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您是那个虎年生的，我差点我咬你了。哎哎哎，您是属虎的对不对？对，我属虎，小名叫虎，都叫我小虎，从小热爱老虎，这是我的爱好。哎呀，穿虎鞋，对，大虎帽，就这么精神。长了个虎牙。嗯，长大以后啊，练虎拳学虎步，哦，抽虎不烟吃虎皮豆腐，对对，虎年接的官，没错，你爱人也属虎，太对了，他家住虎方桥，都知道，小名叫虎妞。我是那祥子，我行。你们那同名各家哦，这还差不多。虎是一种吉祥的动物，传说可以除妖避邪。前两天啊，您画了一幅虎啸图，画的不好。哎呀，画的好啊，跟那神童伏虎图相比，不能说略胜一筹，也是不相上下呀。不能这么说啊，怎么？我怎么也得再练半个月，我这个。谦虚啊。哎呀，您这虎不错，是吧？您这虎往墙上一挂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是吧？真是虎啸松林洞，吼声震山川呐！这就是艺术的魅力。您想，自打您挂了虎啸图之后，嗯，你们家就没闹过老鼠？那可能。您提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我这画虎呢，我画猫呢？装猫画虎吗？我说我得练半个月，你还不信你？虎给人感觉是威武勇猛，百兽之王。在振兴中华的今天啊，嗯，我们要有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，哦，一往无前的雄风，百折不挠的意志，自强不息的精神，要有股子虎劲。其实老虎大家伙都喜欢，是吗？甭说别的了啊，多少成语，多少谚语，里面都有这个虎字。有虎吗？举个例子吧，你说说，形容咱们三中全会以来，工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。怎么说呀？那真是龙。龙腾虎跃呀！啊，还大呢，有生气啊，有一个虎。好，就这个，我比你说的好。你来来说，我们对待改革的决心怎么样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这俩虎呢，我这。怎么样？好了。所以我们前线的战士，对，个个都是虎胆英雄，大击敌人如猛虎下山，吓得敌人谈虎变色。我这撒虎，那你也唬不住我。什么叫唬不住你？说我们战士们住的那地儿怎么？那虎就更多了。战士们说哪儿啊？猫耳洞。猫耳洞没虎啊？猫，猫耳洞，猫是虎老师，你多少虎都猫叼出来的。成龙。别人讲话也离不开虎，那怎么讲呢？说我们对待工作不能马虎，哎，接人待物不能二虎，教育儿童不能瞎虎，见了对象不能黏虎。一黏虎就耽误工作。你们家就更离不开虎了。我们家，哎呀，说你父亲精神，怎么说的？那真是虎老雄心在。对对对对，老的一个个说你母亲慈爱，怎么说？哎呀，虎毒不食子。善良的说的，话粗理不粗。说你妹妹这个身材，我妹妹是呀，虎背熊腰。这减肥了，这个。说你哥哥长相，我哥哥是呀，虎头虎脑，这还差不多。说你爱人眼睛，我爱人是虎视眈眈，母老虎是吧？你跟在你爱人后边狐假虎威，不是你爱人不在家呀，你山中无老虎嚎得称霸了。你爱人只要一在家，你简直别说了。怎么了？我在家我就那地位啊。你什么地位啊？什么地位？让你明白明白，在家我也是老虎屁股拨不得。在家里您是老虎。对了，您说不上是东北虎，对对，也是纸老虎。我纸老虎是吧？我您是华南虎，太珍贵了。您走起路来虎不生风，干起活来生龙活虎，绑架一侧虎踞龙盘，对对对，吃起饭来狼吞虎咽，就是我。就连你爱人都说呀，说什么呀？我们俩是在一块儿啊，冯巩是老虎，听见了吧？我是武松。